今天我要制作五年级健康教育拒绝家庭暴力的海报，在图画纸画上以主题相关的图片和字体。用水彩裁上背景颜色，画好后要等它干却，干却后就可以画上脸型和手指的纹路。如果背景太空旷，可以画上一些花草树木。后用黑色马克笔画上线条，用广告颜料把字体填上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再用紫色马克笔把字的边缘画出来，我们的海报就完成了。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哦！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